但只能相依，它藏在水里，深不见底。只是个求逃避的借口，我不想再失落，我沉默太久了，因为是你，是你，是你让我窒息。将你制造成再无法脱身，可能在你温柔之中迷睡，就算无比黑暗也向往下坠。 I'm make it right, don't wake me up, please 不必有谁来 push me back。 你心中不可抗拒的引力，游走在热气热里的回忆，想挣脱欲罢不能的沉溺，因为是你，是你，是你。
我的大碗宽面，我的宽面，哎，好，有请两队的学员们一起上台，各自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啊，拉娜一心干，心干的拉娜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命运有插足的拉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人鱼家族的黄若元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美人鱼家族甜美也可以性感的鲨鱼，我叫梦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各位教练好，我是美人鱼家族的张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人鱼家族里面中二美人鱼吕欣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人鱼家族，刚换了双腿的美人鱼，我们是一只鱼。想要游进你心里，快来为我们撑腰吧！哇！大家好，我是大碗的内牛满面，内牛满面的名字叫做宋雨苗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肉饼陈柔冰，然后我是大碗芥末面。哇！我是魏倩妮，我是大碗五香面。我是图图涂芷莹，我在队里是大碗小花椒面，因为我跟花椒一样拥有小小的身体，大大的后劲儿，一下麻进你心里。哇，我是柯柯陈柯，我是大碗薄荷面。哇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碗泡菜面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李慧宇，我是大碗炸酱面。我们请您吃面，为我撑腰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请场外的师哥师姐们行使他们的投票权利。倒计时30秒。整首歌让人听起来很轻松，不过其实我觉得，如果在个人的部分的时候，动作会少一点，可能自己的 part 会更明显一些。有点可惜没有做到最好，但我觉得他们整体还是蛮，就是蛮在一条线上的。这个舞台真挺欢乐，就是洗脑，洗脑是真洗脑，编排是编的好，就这种性感的这种舞，就是是双刃剑。时间到，这是一个既甜但是呢又很快乐的一碗面，我吃下来了，从头吃到尾一点都没剩，我现在特别开心。就像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，这首歌你们当时问我重点是什么，舞台上应该怎么表现，你传递的是什么，就是开心跟快乐，你们全部完美做到，唱歌跳舞比你们练习的时候好太多太多了，加油！谢谢教练。大碗宽面很棒，而且一开始你们表演之前，我跟涛教练我们俩还担心涂芷莹会跑调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今天真的一个音都没走，很好。谢谢教练。还有陈柔冰，对，这陈柔冰你的 vocal 太稳了。谢谢陆教练。最难的部分都是你和涂芷莹，但其他人的也难啊。但你那个带有京腔的那种唱法，没错。而且中间跳完舞了还很稳，没错。谢谢教练。我们窒息这一组，因为是我和宋教练就是为大家组的队，所以有一些我们知道是本身不太尝试过这种风格的，所以这次也是做了很大的突破，像梦欢还有吕欣蔚。我觉得你们完美的消化了这个舞台，唱的也难，然后跳的呢，然后有很多人都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，特别是吕欣蔚，对不对？你特别想要唱青鸟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定会有机会让你唱到你自己喜欢的歌的。哎，吕欣蔚，干嘛呢？在想宋教练说的，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唱自己喜欢的歌给大家听？现在啊。在 QQ 音乐搜索创造营2020，进入 QQ 音乐能量站，大家就能为我们助力啦。总榜能量值涨幅第一的学员就能演唱 QQ 音乐独家人气歌曲。哇，都是我们平时单曲循环的歌呀。哇，真的耶。创始人们快登录 QQ 音乐为我们助力吧。先说这边吧，
这边就我觉得哇，今天真的是算是最火爆的一表演啊，挺震撼的。整个舞台，包括你们的表演，那个舞蹈方面的那种张力都做得很好。对，然后声音上面其实可以稍微有一些进步的空间，但是其他方面我觉得在舞蹈上面你们是很到位的。对，所以整体感是非常好的。对，谢谢导演。对，不客气。对，然后在大碗宽面这边吧，确实是，哎，我一直在跟着你们在唱，因为我看到很开心。我觉得大碗宽面，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。那当我每次当我看到，不管是我唱还是现在你们唱，带给台下看的人一些欢快这种瞬间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很值得。我觉得音乐这方面的魅力就让我觉得很打动人。对，所以我看得非常开心。那理所当然，我的这一票，这是投给大碗宽面这边。对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这个我们就看这一轮学长学姐们结合我刚刚那一票，然后来公布这一轮的结果。好，三。二。一。谁的手环亮了，就是获胜的队伍。你们要准备下一组了，因为其实你们现在一直是在交替，就是一，然后一平，然后二，然后一，对。现在是二比一，